梁卓伟出席完一个论坛之后，有中港家庭人士上前要求对话。有一个女仔，我唔知道你几时咁报啊！你好惨啊，成日拍唔上啊！梁卓伟之后接受传媒访问时话，私家医院正研究点样提供更多嘅床位，俾香港人内地配偶嚟香港分娩，稍后就会有公布。最后阶段咧系去落实，咁希望咧就系话佢哋真系帮得到呢啲嘅朋友。但係講到最尾，我希望大家都明白，我哋最主要嘅服務對象，亦都係公營同埋私營醫院都唔會變嘅，一定係我哋香港人。梁卓偉離開嘅時候，就被大批中港家庭人士包圍請願，佢哋要求當局放寬限制，俾港人內地妻子可以喺本地嘅公立醫院分娩。有人一度尾隨梁卓偉嘅座駕表達訴求。香港寬頻電視記者譚宇仲報導。